CMS 嘅 Shape Step 3 可以点样帮助你修身呢？佢可以帮助你阻隔淀粉同埋油分嘅吸收，同时提升燃脂率。平时好少做运动，又鍾意食粉、麵、饭、煎炸嘢食，又或者係经常需要出街食饭嘅朋友呢，就一定要袋定几包带出街飲啦。Shape 入面呢有美国专利技术提取嘅有效成分 PromOat， 佢可以帮你包住食物入面嘅油分同埋脂肪，直接排出体外，等佢唔好留喺身体度变成肥膏。它入面還有另一個很強勁的專利成分，就是澱粉黑星 Phase 2。Phase 2是一款很出名的 Carb Controller， 它是美國和加拿大都有認證的。它可以減慢澱粉質變成葡萄糖，而它的效率是高達 66%。 除了排油和 Carb Control 之外，它入面還有另一個減肥非常有效的成分，就是左旋肉簡。它可以將脂肪更快送入線粒體，加快體內脂肪燃燒的效率。Step 3是提脂味的，你可以选择在餐后的半个钟头之内冲水来饮，又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当餐饮都可以。我个人就觉得当餐饮就最方便了。大家可以视乎自己的需要而选不同的 step 来饮，又或者是选 Intense Plus， 那就更加全面了。